大家好，我是玫瑰大师周怡。艾当美妹妹，艾当美妹猪，你叫咩名啊？我叫添瑞。添瑞，你今年几多岁啊？五岁。知唔知我哋今日嚟做咩嘅咧？知道。分享我哋全家人，特别系妹猪最中意食嘅。哇，是啊，那你想不想现在吃一包啊？想。想啊，那我拿一包去吃，一边吃一边分享啊。是啊，那这个艾多美的紫菜呢，是搣得的，我妈咪帮你。好，妈咪帮你搣。好，慢慢吃啦。好，那我为人父母呢都会很谨慎去嚴選一些健康小食給小朋友的、哦、所以呢我就選擇一些沒有人造色素、沒有防腐劑、沒有增味劑的艾多美香烤海苔了。艾多美的香烤海苔呢是嚴選優質的食材和精心營養價值比例去配搭的，有 52% 有機韓國海苔、45% 西班牙有機橄欖油和 3% 新安海鹽，真是又健康又好味。是啊，好有益噶！海苔咧系喺南韩西部嘅新安郡生产而成嘅。新安郡咧系多岛海上国家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海洋保护区，喺无污染嘅环境下咧，所养殖嘅海苔嘅过程中系冇使用过酸处理，同埋冇使用过活性處理劑的。由於海苔的生長環境是優良，所以蘊含純正 100% 的天然礦物質並獲得有機認證。新安海苔呢是比一般的海苔葉厚肉，咀嚼的時候呢很有口感，在嘴裡面散發的香味很濃，是南韓美食家首選的海苔。市場的價格呢是比一般的海苔多兩倍以上的。是啊，好不好吃啊？好吃。好吃啊。海苔的营养价值含有很多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活性物质。海苔呢含有12种维生素，特别丰富的是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呢有活跃脑神经、预防衰老和记忆力衰退的，也都改善抑郁的功效。含有维生素 B12 的食物其实维素不多，每日只要吃一包紫菜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B12 了。其次呢，海苔富含维生素 B1 和 B2， 而维生素 B2 将食物转变成能量是不可缺少的。是啊，包住啲饭好食噶。此外咧，海苔亦都富含抗氧化功效嘅维生素 A、维生素 C 同埋维生素 E。海苔嘅维生素含量比同等重量嘅桔咧都可以高出一倍噶、哦。海苔咧亦都富含钙、钾、碘、铁、硒、锌多种嘅矿物质。呢啲营养素咧与人嘅生理活动有着密切嘅关系、哦。例如咧，锌系有助儿童嘅智力发育，钙咧又可以使人嘅骨骼强健，其中铁对人嘅造血功能系唔可以缺少嘅、哦。海苔嘅铁含量同等重量猪肝系可以多5.5倍，同等重量嘅蛋黄系多成10倍。女性食嘅海苔系可以咧预防缺铁性嘅贫血。而近年嚟嘅研究表明，硒系可以防止癌症嘅产生，增强人体嘅免疫机能。海苔咧亦都含有多藻多糖、多脑多尖、超氧化物、暨化酶、SOD 等等独具药材价值嘅天然物质。因此，不论老年人啦，还是青年人，食用海苔都有保健嘅作用噶。人体衰老始於血液變結，魚肉中裏邊嘅 EPA 同埋 DHA 係可以預防人體衰老。海苔亦都富含 EPA 同 DHA， 並含有大量可以降血脂、降低有害膽固醇嘅牛磺酸。花青素同沙甸魚裏邊都富含牛磺酸噶喎。牛磺酸啊！佢咧係可以有益肝臟噶。
除此之外咧，艾多美香烤海苔係採用新安海鹽。新安海鹽係採用世界上最昂貴嘅鹽嘅製造方法，係引海水到鹽田，讓海水快速咁樣蒸發，鹽分濃度迅速咁樣提升嘅方式嚟製成噶，係海水、陽光同埋海風嘅自然產物。新安滩涂海盐特点是有丰富的矿物质含量，成为世界三大名品盐之一，甚至比法国的盖德朗盐矿物质含量还要丰富，并且各种矿物质的成分分布很均匀，是摄取矿物质最佳的途径。根据食物安全中心的指引，四至六岁的儿童每日建议钠含量的摄取量上限是1200毫克，而七至十岁的儿童则是1500毫克的。咁坊间有好多嘅紫菜系以4克计，钠含量平均都有成60毫克以上，而一包5克嘅艾多美海苔咧，钠含量就只有35毫克。作为妈妈就好放心，俾我三个小朋友咧可以带翻学校做小食啦。妈咪，我要食一包啊！好啦，食多一包好啦，一包起两包纸，唔可以口痕食过量噶。仲有妹猪要饮多啲水，知唔知啊？好啦，嗱，你自己搣嚟食啦。仲有咧，有一个好吸引我嘅特点，就系采用西班牙特级初榨有机橄榄油，仅需一次嘅榨取，橄榄油中嘅味道同香气系好完美。橄榄油咧最重要嘅成分就系油酸，系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占咗73%。研究顯示油酸可以降低發炎的反應。橄欖油除了富含很多健康的脂肪酸，也含有不少的維生素 E 和維生素 K， 以及類胡蘿蔔素和分類化合物等等的抗氧化物，能夠幫助降低對身體有害的自由基，預防慢性病的發生，也可以抗發炎、保護血管的效果，避免胆固醇氧化，进而降低中风和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橄榄油能够去除 β 淀粉样白蛋白斑，减低罹患阿兹默海症，即是预防老人痴呆等等的症状。食用一定分量的橄榄油能够抑压并消灭一些有害的细菌、幽门螺旋菌。橄榄油咧对胰岛素转换血糖的敏感度都有帮助，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艾多美喺一包小小的海苔，原来是可以咁讲究，可以放咗好多心思，做到绝对高品质、绝对低价格，大人细路都可以吃得好安心和放心。超高質素，價錢咧又大眾化，做媽咪點會唔心動呢？俾啲温馨提示大家，裏面咧有一包咧，直膠嘅乾燥劑係唔食得噶，同埋咧建議咧，當你收到貨之後就要咁樣正向，唔好反轉佢，係啦，向上面擺，開口咗嘅包裝咧就要即刻享用啦，因為咧放得耐嘅話就唔夠爽脆噶啦。妹豬仲有咩食法啊？米餅，米餅都會點啊？好好食，加位口，係咪真係好好食啊？係，係啊。媽咪，你買咗沙拉飛碟未啊？買咗啦，又已經收到貨啦。係啊。係啊。點解你咁中意佢啊？哇，是啊，是不是好好用啊？是，真的好好用的，妈咪呢都很喜欢的。为什么呢？我这么着重要选一些冲凉的用品呢？因为呢，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而我自己的皮肤都很干，又有湿疹底，当然呢要选一些天然植物萃取，高纯度低刺激，可以长时间呵护我和小朋友的娇嫩肌肤。皮肤干燥敏感的成因有很多，天气转变、压力、挨夜，皮肤变得干燥又掹紧，还有一些肉眼我们看不见少于10微米的微尘粒子的攻击我们，导致到皮肤很容易红肿和发炎。
皮肤的表面角质层呢是皮肤的屏障，帮我们来保护娇嫩的肌肤。这个屏障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神经酰胺。神经酰胺呢是用来维持肌肤水分的天然保湿因子，能够帮助肌肤吸收水分，锁住水分，维持滋润，减低我们的抵御刺激。咁咧，艾多美嘅油护宝贝三件套咧，系采用三个技术，两个韩国嘅专利。第一个韩国嘅专利技术就系水溶性神经酰胺，透过专利水溶性技术提高吸收嘅效果，提升艾多美油护宝贝系列产品嘅品质。另外一个就是安定化技术，可以提升 1.5 倍整体的神经酰胺。第二个韩国专利技术就是叫乳酸发酵姜黄，有效呢可以提升抑压发炎反应的功效，可以帮助提升 BB 娇嫩的肌肤对环境伤害的保护力，以及维持水嫩的保湿感。好啊，真的很正的，因为它里面有三大的核心成分。第一个就是甘油葡萄苷，它是来自神奇植物的复活草提炼出来的。复活草 98% 缺水的情况下都能够存活的，它本身一遇到水就会马上吸，跟着锁住相当于细胞自身重量的460倍的水分，保存了它，储水力和锁水力是非常厉害的，可以提高表皮层中水道蛋白的含量，增加这个皮肤屏障的功能，和减少水分蒸发，对皮肤有保湿的作用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酰胺，皮肤由两个主要层组成，表皮和真皮，最外层的表层就是保护内层的角质层。神经酰胺的皮肤重要组成的部分占角质层脂质结构的 50-60%。 神经酰胺形成保护膜是有效锁住皮肤的水分功能的，令到皮肤的表面呢成为一个保护膜，抵抗肌肤老化的现象，保持皮肤的活力，舒缓紧致皮肤，增加皮肤的光滑性，滋养肌肤，和使肌肤的触感柔软，赋予皮肤诱惑的感觉的。第三个核心成分就是牛油果树果汁，从牛油果是很好味的，从牛油果的果实中提取一些植物性的油脂，含有丰富的尿囊素、维生素 E、 胡萝卜素等的营养成分。尿囊素呢天然皮肤的治愈剂，令到皮肤变得光滑柔软，可以促进皮肤的细胞再生，令到皮肤的创伤、发炎、过敏反应、皱纹、老化、龟裂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修复，以及恢复营养成分，改善这个粗糙、干燥、角质受损的肌肤，有助深层保湿滋养肌肤的。真的滑滑滑啊，它呢是很温和啦，低刺激配方，连婴幼儿都可以用的。另外呢里面也都用大头提取一个卵磷脂，进一步呢可以降低皮肤肌肤的刺激。它呢配方入面混合15种天然植物提取成分，更好更安全去滋润开户娇嫩的肌肤，而且淡淡的清香呢是选用来自欧洲婴儿的专用香料的，当中呢含有甘蔗的萃取、天然清洁的成分和肌肤结构中的保湿因子神经酰胺，轻柔清洁，同时亦都保湿肌肤的。同婴儿洗头冲凉的时候呢一支过就搞定了，它低泡啦，洁净，仲容易过水清洁添。系啊，妈咪教过我啦，可以擦背嘅起泡巾。嘅起泡巾，咁会点啊？好玩同埋。点解好玩啊？因为好多泡。好多泡泡。香唔香噶？香。除咗咧呢支油护宝贝洗发沐浴露之外咧，仲有两支噶。呢支系？呢支系甜心茶嘅。仲有咧？仲有。几时候又再搽行唔行啊？行。
有冇邊度行啊？而家邊度啊？啊呢度啊，係啊，我先自己慢慢查下佢先。呢、這個艾多美柔護寶貝潤膚乳咧 ，Sewa Baby Lotion， 除咗剛剛介紹嗰三種核心成分之外咧，配搭咗18種天然植物提取成分，感覺乾燥嘅時咧，每次只需要攞少少，然之後輕柔咁樣喺面部啦或者身體各需要嘅部位咧，溫和冇刺激，滲入去脆弱嘅敏感肌膚，佢唔會立嘅感覺啦，保持呢一個濕潤滋潤嘅。同埋咧，仲有呢支艾多美柔护宝贝乳霜 Sewa BB Cream， 咁咧呢支点用噶？呢支系洗搽喺面同埋颈。系啦，红嗰阵时搽咧。红嗰时搽。搽咗就唔会红啦。是的，因為這個基礎護膚是最後一步來的，搽適量在面或者頸呢，然後輕柔的話就可以促進吸收了。它有高效保濕霜，有強化脆弱敏感的皮膚屏障，恢復健康的肌膚環境的。搽了之後呢不會黏粒粒的，你自己搽搽面面吧，跟住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肤又健康咗啦、滑咗啦，真系好舒服噶，舒唔舒服啊？好舒服。嗯，咁样咧，中唔中意啊？中意。搽匀佢啦。妈咪，拜拜啲，同人拜拜啦。点解嘅？要快啲翻去冲凉系咪啊？是好啦，咁我哋咧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拜拜。